大家好，我是林德燕。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五下午的3:45。来，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报告的，礼拜天啊，是临时加开的。礼拜天下午2:00台北场的讲座。礼拜天下午2:00台北场的讲座，演讲主题：选举行情二部曲，选前一个月，囤积绩优股593。啊，选前一个月囤积绩优股593，礼拜天下午2:00台北场。那为什么我今天临时决定加开一场讲座？你知道这两天大涨上来，短短两三天，加权指数已经起506点了，涨了500多点，结果昨天融资还大减15亿，礼拜三还大减10亿，很多人不相信会涨，很多人认为反弹而已。更很多人认为1000点上不去，错。我今天办这场讲座，用意就是要定你的心，让你吃下定心丸。这里你如果没有吃下定心丸，你如果看不到未来真正的趋势，你不敢买，你不敢买，你不可能593，你不可能赚50%真轻松。所以特别跟大家安排这场讲座，就要给大家吃定心丸，让你看到后面真正的行情在哪里。礼拜天下午2:00台北，我会拿历年每次选举我这套公式，进入选前一个月会怎么走，这套公式100%，现在没人敢说选举行情，只有林德燕敢跟你讲选举行情的叮当啊。从首部曲选前两个月，首部曲选前两个月，有没有拉高杀低？现在进入二部曲选前一个月，所以为什么我在9月26号会跟你预告跌11天？因为这套公式进入选前两个月，首部曲就会这样走。那现在进入二部曲了，选前一个月会安哪行？你爱知呀？很多人跟我讲啊，人家说这是反弹，全世界都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不跟你争了，你也不要跟我辩，我直接把20几年来每一场大大小小的选举，算起前个月行情给你看，看完了你就不用加钱了，你就知道行情会怎么走，所以我不用跟你争行情，我只要拿历年选前一个月的行情给你看，你就知道好，不要让行，这样子你59350%轻轻松你就赚得到。这个时候一定要能够对行情有深具信心，你才敢买，你才赚得到钱，不然进行输会被他偷回来。我们是顶面空下来的，我们是10000点空下来，9400开始翻多的，可是绝大多数人都是高档一路做多认赔下来，低档开始翻空，又被嘎上去，这样完全不丢去。所以报名礼拜天下午2:00台北场的讲座，我把这20年来每一场大大小小选举算起一个月的行情给你看，招式给你看，看完之后百口莫辩，再来593 50% 真轻松你就赚得到。我们报名专线02-2392-3988，02-2392-3988。我们来看今天台北股市的行情哦。今天台北股市开低走高，尾盘打下来翻黑，临收盘前又拉高。台北股市今天刚刚起60点，尤其收盘前这个动作，尾盘这个动作啊、哦、很关键。为什么临收盘前会突然急拉？今天很多人还在卖股票。我估计今天融资一定还是减的，因为这个行情很多人都还是抱持的看空悲观的想法。我在6月份告诉你要放空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全市场第一个6月份叫你要放空的林德燕，到了9400，我告诉你一定会涨，一定会涨，相信林德燕，你会感谢林德燕。我爸店嘛，我还跟大家讲。这是开始，这是一个多头的形成，不是跌升反弹，不是空头的反弹，绝对不是。
你看今天下午盘，昨天美国继续大涨，哎，美国安尼偌济啊，一千点啊呢，一千点嘞、欸，美国股市一千点啊呢，不止哦，1500点啊呢，这是24500嘛，这个25500嘛，1500点啊呢，道琼1500点了、欸，我当时跟大家讲，这里在多空拔河，这不是空头，这个在多空拔河，指标在低档，底部会形成，你看是不是上来了？1500点啊！今天亚洲股市，有没有看到？南韩3.5%，日本556点，2.5%，香港 K 几千点，香港 K 几千点，乖哦！大陆股市嘛 ，K 2.78%跟3.9%。3.4%，台北股市要起300几点呢？咱敢若起61点尔，咱敢若起61点尔，所以这里绝对不是跌升的反弹，绝对不是，这是一个新的多头的开始。你相信我，相信林德燕，你会感谢林德燕。我赶快一顾威，我当时在9400的时候，我还是讲那句话：赶快下去买，你会感谢林德燕。你看最近这几天并不到，我不知道你有落买无？你有落买，这几天你应该真欢喜。啊，你若坚持要看空的，我就无法度。很多老师在顶面看多，落到九千四、九千五开始放空，啊，放空一倍起来又讲唔对，啊，并来并去。做股票唔好安尼做，你要低买高卖嘛，高你要会卖嘛，低你要会买嘛。林德燕研究时间周期，所以对于每个波段的转折时间，我们是拿捏的恰到好处。你看他进行之前跟大家讲的，一切都在我的规划之中，对，一切都在我的规划之中。周期的部分，短波段周期才刚循环落第二只脚 double 20缸，中线的部分25天循环落第二次脚 double， 我在掌握时间周期，对于反转是很敏感的啊，是很敏感的。这个行情就是多头的开始啊，对，多头的开始啊，千万不要判断错误。对，你看我连续几天在强棒出击的部分，只要是 Line 的好友啊，只要是 Line 的好友，每天早上9点半 ，PRO 888 Line 的好友。9点半我都会挡，让你2天3天短线操作的个股。你看昨天华新科，两天两个停板，今天的旺宏，还是有个涨停板。啊，为什么讲旺宏？今年赚4块，股价下到17块，会不会太离谱？你要做短做波段，对中线都会晒啦，这都会让你赚钱。林台燕，我只买底部绩优股，我今日股票你放心啊，带我走啊，你放心啊，带我走。我说593不是口号，我讲593不是口号，我不是喊口号，对，593不是口号。我说593赚50%有够轻松，我不是喊口号，中华民国万岁，我喊口号有什么用？有什么意义？对，有人说啊，这个行情空头市场哪有可能赚50%？你看环球金，205块，3天停板，今日294，5天43%，5天已经43%，第一支593就要出来了。头一支593，50%真轻松，头一支就要出来了，五天而已。我在205、215一路加码买，有数据凭证，会当给你查。我不是嘴巴讲，很多老师看到三只涨停板，哦，他有环球金，他有矽晶圆，那种骗人的啦。我在当天205买，你们也可以回去看我的节目带。每天节目单拿出来看，我是205买，215买，已经43%。这个股票市场已经花到400块啊，
以公司派的角度，他认为四百块够伤少，因为他预收下单的款项，啊，定金已经收220亿了。2049上银，今天一开盘涨停板，今天一开盘就涨停板。我185买的，185买，进前245买，248买，265卖掉，加个 Q 都回来。我跟大家讲过，一年赚两个股本，怎么会打回到十年线？上节嘛，行情涨跌都是正常，股票是有价证券，它有它的价值。当严重低估之后，你加了会不会，你都会赚钱。对，你看它历年来上银，历年来就是400、180、400、180年的行跌。这进前一年个赚多少？进前一年个赚7块8块，赚7块8块，空头来100倍，多头来400，今年赚20呢。来100倍你唔敢买。赚7块8块，100倍就冻掉啊！啊，赚20块来100倍，你讲的懂不懂？那一上来之后，这个400的要不要来？对，第二支593，第二支593，你看2408南亚科，今天又继续涨。昨天外资买超第一名，扣除 ETF 不要算，南亚科第一名，高雄规定外资连买三天。外资连买三天，买20000几张。外资每天卖，我一直跟大家讲，赶快买，赶快买。我讲到尾啊，外资回来买，林和燕讲有道理。哪有人一家公司一年赚14块钱，高给跌40几块的，袂伤离谱。股票你要有那种价值的观念，不是单纯只是现行，只是它涨跌的一个过程记录嘛。早晚它一定是反映它的有价证券的价值嘛。一年赚14块，起码上市柜赚十块钱的公司，都嘛是百元俱乐部。卖公赚10块钱呐，我赚7块8块，都拢100多块啊，啊赚14块。比台积电更加赚钱，而且都是纯本业没业外的。你讲40几块、50块，敢袂伤离谱？这个股票会赚50%未？随便涨到这里就50%啦，安尼有50%，安尼有50%。阮即卖食买落去已经25%，已经25%啦。今日已经外七块八啊！所以现在是遍地是黄金呐、啊，但不是每次股票都能够50%。我昨天讲过，第一个阶段跌升，遍地是黄金，大家股票拢大起。可是进入第二阶段，就是怎么样？路遥知马力，我都行50%，一定要有条件，能够走50%的，一定都要有基本条件。啊，基本面好的，盘深的，法人持股高的，较行的远，所以袂使乌白买，要精挑细选。更重要的是，你要有信心嘛。你要看得懂行情在走什么吗？对，如果只是个反弹，那不用玩了。如果只是个反弹，林和燕你应该扛下去吗？不是嘛？这是一个新的多头开始，这是一个新的多头开始。你看我今天强棒出击，旺宏这大起赶快涨停板，被动元件国巨间波动比较大了一些。今天被动元件国巨波动比较大了一点，从接近涨停打回到平盘，当冲的人太多了。可是不管你怎么冲，它的趋势还是要出来的。被动元件的行啥物件，我等下刚回程跟你讲，你爱看有，无你做唔对去。2492华新科第三期停办了，第三期停办了。还有很多 很好的股票，我现在在布局一档，我在布局一档，今年赚30块，现在高给50几块而已，哪有这种股票？这支嘛一定593呢，这支一定也是593呢。我在演讲会场上面跟大家分享，好，我在演讲会场上面跟大家分享。礼拜天的这堂讲座很重要，礼拜天的这堂讲座很重要，我要定你的心，
我让你看到后面要怎么走，不然你不可能赚50%。所以特别在礼拜天加开这一场，礼拜天下午2点台北选举行情二部曲，选前一个月要怎么走，我把我这套公式秀给你看。20年来每一场选举选前一个月的行情，我让你看，我边跟你讲，你也不用跟我辩，看完之后你就知道要怎么走。那么接下来你敢买你敢买囤积绩优股593赚50%轻轻松，你就能够在你身上兑现了。报名专线02-2392-3988，02-2392-3988，祝您操作顺利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